海边人吃鱼就是奢侈，为了吃得更加过瘾，当地人就将鱼脊背上的骨肉剪掉，然后用虾肉填充，干脆来一道酿春鱼，最后再插入杏仁片做成鱼鳞状，下油锅炸至金黄。细嫩的鱼肉包裹着脆弹的虾肉，鱼的鲜香与虾的鲜甜在热油的作用下相互交融。